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玩轻轨。刚才来到一个对我来讲还是蛮恐怖的地方啊，就是怕随时会有那什么轻轨出现啊，所以玩的时候都特别的紧张。就是其实它没有那种恐怖音效，它的音效就那样子而已。跟实际上大家追逐战的时候，颇令人害怕。讲真的就是这样子。我这样会不会点打火机就会有人了？怎么了？打火机没油了，撒坏呀、啊！打火机竟然有了、啊？为什么没有油？啊，要死啦！要死啦！我还不想死。好恐怖哦！可以会，好了，好恐怖、哦！我真的被吓到了，这是谁啊？得到打火机的油，打火机这个时候竟然没有给我什么油，擦擦擦的嘞。啊，那个白布目前不知道是干嘛的，就先不管好不好？他叉叉的嘞，打雷的啦！我先去一楼，一层一层楼来调查好不好？我们就一个一个来，他叉叉的，吓死了！有一只蜡烛点燃，我今天看到一个人都很害怕好不好？我也被你吓一跳啦！我没事吧？被那怪物抓住，只是时间问题，因为其他可以逃了。我提出要到有怪物的房子里来，才会落到这种境地，都是我的错。走掉啊！好了，我知道他会死了。可以移动了，是怎么回事？走走，这移动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要想一下，移动的原因几虾米？他要把他推出去的意思吗？是但是我不知道推到哪里去。好问题我有点不知道我把他推出来的原因何在。对啊，我推他出来的原因是什么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先看一下其他。为什么这个怎么那么暗？这叫灯泡，我拿到灯泡干嘛？怎样？我拿到灯泡干嘛？有一种感觉好像，哇，吓死人了！吓死人啦！吓死人啊！好像要悲剧啦！不行，我不想死，我还不想死啊！好，我刚才讲到哪里？对不起，刚才叫了一下，先叫了一下，因为心想，这个好，可见这边应该是有问题的，有个火炉。OK，他是要把这个雕像推过来这边吗？还是怎样？这里是一个机关室啊，我先调查这边的东西，还是？好，先不管了，目前没什么特别的，吓死了，比较凄凉哦，像驾驶所一样。可这边不能烧它，目前都是没有剧情之类的，是吗？好了，有个火屋，那我们先下去那个中间房间看一下。吓死了！等下，我少做一件事，存档。看一下这一件，哦，这个就是那个人偶，得到人偶。那好像是不是少一些东西？
好吧，那我到底少还少了些什么？这是什么上吊用的？我上次来好像也讲过同样的话。这个到底要怎么玩呢、啊？我至今还是不明了啊。他这个一定会碰到死路啊，所以玩不了啊，大大，大大，玩不了啊，你太苛刻了啦。有，不行。这还是不行。就我就真的是少了一些东西，我现在身上有灯泡、一只骑士字体碎片，可是我这个我就不知道推到哪里去，楼上那个壁炉吗？我只能这样推，不行，它不能往上推，那我现在要往哪里推？我想一下哦，壁炉是在哪一间呢？再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就是那个推出来的起点。那好像我卡关了、欸。其实这边还蛮亮的这一层，这是好是坏啊？这边有裂缝，感觉好像这墙壁就是有问题。不行吗？还是手术？那我卡关了，还好啦。对，感觉好像是推上来这边，感觉好像不是，有个火炉，是，点燃会怎样啊？不知道哎，我点燃它了，然后嘞，有什么改变吗？火炉，没有哎，好像没改变。那我把火炉丢下去的原因是什么？点起来啊？我上吊的地方依旧未改啊！哎，喂，我点起来火炉是干嘛的？还是要把东西丢下去？那我丢灯。哎，我丢下去了，得到红色石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人，好，我现在有点。就是说，它是解，哦，就四个传送点，好，够了。